再加上一个地图好了。地图部分的话，啊、不过我需要一个图，那图从哪边来啊？其实你可以从我们的练习档案里面来。那练习档案的部分的话，我看干脆你就直接把什么，把这个 images 里面呢有很多图嘛，你就把这个目录干脆复制一下好了。这个是练习档里面的 image， 那你把它贴到哪里呢？把它贴到这个网站上，所以按右键哦，直接把它贴上就可以了。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直接贴上的，没办法，有编辑，编辑里面贴上哦。不过它好像没办法直接贴上，那怎么办？你可以有个方法，你干脆把这个 image 哈、哦、放到我们的 A 这个106 app 里面，就是把这个复制过来好了，复制到里面，或者是拖拉过去也可以啦。我马上复制，按右键复制，贴到这个106 app 贴上就可以了。那里面就会有个 image， 里面也有一张图。OK， 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、在这个。啊 ，Dreamweaver 里面有没有这个 image 的资料夹？没有，对不对哈？跟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，你放进来之后的话呢，它不会马上更新。如果你要更新的话呢，你请你按下什么呢？重新整理。哦，如果没有重新整理的话，它不会出现，所以把它重新整理一下。重新整理 ，OK， image 出来了。然后我再把什么，把这一个什么。图部分叫 map 的点 gif 哈、啊，直接干脆拖拉到哪里呢？拖拉到这个 list view 的下方，所以放在是这个的下方哦。也许你按个 enter 好了，哎，它会多一个项目，你再按一个 enter， 让它跳到外面，两个 enter 就对了哈、哦。然后放在这个位置，好，把它拖拉，放开，这张图就出来了。但是它会问你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替代文字？不要好了，只要按确定就可以了。那图太大张哦，所以把它缩小一下。缩小的话呢，你就要找到那个空点，在右下角的地方缩小一下下。哦，大小的话自己再调整一下，大概就是手机，容纳的下的那个大小范围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哈，我们一样可以把它什么做一个即时看一下。哦，有了，哎，底下有一张图了。好啊，如果距离太近，你再把它控，再 enter 一下了哦。那只是说现在点这边没办法点，它只是一张图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再到哪里呢？点这一张图之后啊、哦，请你看到呢，如果你要做超连结的话，你可以在点这张图之后哈、哦、的下方左下角这里会有好几种选取方式，预设是一个这个一个箭头了哈、哦。然后你可以选，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让它大一点好了，尽量让它范围大一点。那你可以用这个什么矩形的，也可以用圆形的。我看用圆形好像比较 OK 好、哦、啊，尽量让它大一点，因为将来手机哈、哦、上面的话呢，不是用滑鼠不好点，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的那个圈圈太小的话，那一般人不好点，所以呢，我习惯是把这个圈圈点选之后，哎，选那个嘛。圆形的连接区域工具，再点选这个，尽量拉大一点好了，这么大，啊，但是也不能太大，大到就是跨到南寮渔港，否则你点南寮渔港，结果跑到那个绿岛机场，也不 OK， 大概这么大好了哈、哦、，OK， 好，那他问你说呢，哎，你这个连接要连接到哪里？按确定，那这个连接到 page 一，所以他仅已经帮你加了，所以你接下来就打一个 page 一就可以了 ，page 啊，这个 page 一的话就是。绿岛机场 ，Enter， 哦，那第二个的话是南寮渔港，所以同样的方法哈、哦，你刚才把这个复制一下，然后再来的话就完成第一个，再来的话呢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再拖拉南寮渔港，大一点好了，这样，哎，这个就第二个，好、哦，第二个的话你就是 page， 哎，这应该是 page 二哈，哎，好，那再来的话 page 三。海参品吧哈、哦、，OK， 海参哈、哦，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叫 page 三，好，把它拉大一点啊，不过也不要太大，不然到时候选的时候变成重叠了哈、哦，朝日温泉，这边的话就四 ，OK， 哦，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大功告成了、哦，好了之后的话呢，请你把地图这个选项呢。点回到指标连接，好 ，OK， 然后呢，再来我们就即时看一下，底下这个，这边会到绿岛机场，
没动作，啊，有了，哦，比较慢一点点，再点一下，这边有没有到南寮渔港？哎，有了，怎么好像卡卡的 ？OK， 好，反正这个部分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那做好之后的话呢，哎，接下来的话，待会我们再来看，就是下方哈，我们还要再做一个那个这个什么 footer 这个应该是页尾了，只是等一下把它改成导览列，哦啊，只是现在还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它会跟着跑，像刚刚同学马上就说，哦，老师这个会不见，那页尾有没有办法把它固定住？不管你随时卷动它，它一定都固定在这里，当然可以啦，只是等一下我们再来做。那请各位试一下，一先把那个 image 啊先放进来，重新整理。好，二的话呢，把这个 map 这一张拖拉过来，利用什么呢？利用这边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地图的这个工具啊，我用远的或者你用方的也可以的啊。然后分别去选取它，好，然后让它可以怎么样？有总共几个范围？范围大一点呢，啊？好 ，OK 了，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